原地休息十分钟。哎，怎么比男的还凶啊？真是的。教官走了，吃吗？少吃点，不然没男的抱的都是你。就是啊，少吃点吧。立正，原地休息。谁让你吃东西了？笑那么开心，说什么呢？我说了。大女生，让他少吃点，不然男生抱不动。抱不动，不应该的，多吃点，不然。